开饭，看这个打架。啊、哦，有点烫。嗯。嗯，来个扇贝。哦哟，你看肥不肥？大汉堡。海虹也叫淡菜，这时候啊，它不是很肥，比较瘦啊。嗯，再吃个扇贝肉，太肥了扇贝，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这肥度，嗯，又嫩又鲜。戴大星，嘿嘿，哎，听说他泛滥了，然后啊，又没有了。嘿嘿，全靠我们这些吃货了。哎呀，你看看这糕，哎，这不是他的奥利给，这是他的糕啊，特别香。嗯，啊，个个都是这么肥。嗯，嗯，就是没带勺子，吃的比较费劲啊。嗯，你看这糕，哦哟，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豆购物车，你呀拍12只，我呀再给你送2只，14只，我呀还给你包邮到家。QQ 弹弹的小迷你，嘿嘿，造一个。嗯，嗯，头这么小，还有大米，哼，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，蘸点汤。嗯，就是香。嗯，朋友，如果你也喜欢吃迷你八爪鱼，又不会做，你看一下咱们家的熟食迷你八爪鱼，都是去过牙齿、去过内脏的，这满满一包，我的天，你看看，哦，都装不下了，一家人啊，他足够吃，味道呀，鲜鲜麻辣，肉质特别紧致 Q 弹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或者来我直播间都可以买得到。熟了，嘿嘿，再吃个皮皮虾，有点烫。哎呀，啊，太烫了！哎呦我的天，哎，有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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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看到没有，金黄色的。嗯。哎呀，真的太香了，看了啊，这个就太明显了。嗯，再吃一个。皮皮虾呀，连壳吃啊，嚼一嚼，虽然壳不能咽，但是嚼一嚼特别香啊。哎呀，这个也有膏，你看这大膏。你看看，过不过瘾？嘿嘿嘿，嗯，我替你们尝一尝，嘿嘿嘿，嗯，喜欢吃皮皮虾的，给老弟来个双击。海五星，你别误会，它确实是海五星，虽然是4个角，我也没看。但是它没有断，你们看到没有？1、2、3、4，很均匀啊，它没有断，这确实是个海五星。你问我咋地，我也具体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这是个海五星，嘿嘿。哎呀，你看看这里面的膏，哎，嗯，嗯，真香，像不像《火影忍者》里面的十字剑？嘿嘿，哎，哎。哎呀，特别香这个糕，我的天，无敌呀！嗯，嗯，
听说这个回家给宝宝做个辅食啊，也特别好吃。哎，如果说你也喜欢吃海五星啊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或者啊晚上来我直播间啊，咱们都可以买得到。哎呀，这大糕，哎，我先替你们尝尝了，一点都不能浪费，一点都不能浪费。呵呵，这不是他的奥利给啊，这是他的糕。哎，海大星，有的人啊问我海大星这个壳能不能吃，朋友，我们只吃它里面的膏，壳是不能吃的啊。你看一下，海大星这里面的全是它的触角，知道吗？它外面全是它的触角，不能吃的啊。然后我们只吃它里面这个膏。啊，有点烫，有点烫，有点支持不住了。你看看，这里面的膏特别的香，特别的好吃，回家呀还可以给宝宝做个辅食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你呀拍12只，我呀再给你送2只，14只，还给你包一到家。真香。回家这个壳啊放在阳台上面晒几天，也可以当做一个玩具。喜欢吃八爪鱼吗？别忘了它的仪式感。哎呀，哎呀，打晕它，小光头。这小迷你，那你得服它。除了大米，基本上啥也没了。真肥啊，这玩意儿。哎呀，烫。朋友，如果你也喜欢吃迷你八爪鱼，又不会做，你看一下。咱们家的熟食迷你八爪鱼，这一包呀是半斤，这个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的。我的天，还有，还有，哎呀，这么多味道呀，鲜香麻辣，是不是特别紧致 Q 弹？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或者来我直播间都可以买到。吃个大袋子，嘿嘿，看一下大不大，像不像俩腰子？这个大肉。我的天哪！你看一下，像不像俩腰子？这个都不吃，我们只吃里面大肉精华部分。这个肉大不大？我的天哪！来点汤。好你妈太香。回家呀做个粉丝袋子，那真是一个人间美味啊。你看这大肉。喜欢吃的给个电话，给个双击。